健保讲坛。邢军，我国著名的陶瓷、青铜器评鉴专家，艺术品高级经纪人，艺术品评估鉴定师，现任德宏国际首席专家。大家好，欢迎收看健保讲坛。这期我与大家共享的藏品是青花人物故事冬瓜罐。在我们收藏行业当中，有新的一批藏友加入队伍，但是新的藏友只是在电视上当中，或者是在书面当中，或者是有个老师带了一小段，懂得其中的一点点，算是皮毛，就盲目的去收藏、下单买卖，使得家里边很快都有上百件器物，但是找不出来一件可买卖的，因为它大部分都为仿品，跟古器物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我们现在人所为制造的这个仿品，所以也就出现了有器物卖不出去，都是感觉了别人的东西都好卖，为什么到一器物一到我家就卖不出去？因为你的东西不对，对的东西永远都能卖出去。青花人物故事冬瓜罐，左带盖高20.4厘米，内口径4.5厘米，底径7.9厘米，右带盖高20.7厘米，内口径4.4厘米，底径7.8厘米。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此藏品通体以青花为主，描绘人物故事为主题，以民间神话福禄寿三仙代表吉祥长寿幸福之寓意，器形为冬瓜罐，以类似冬瓜造型为出名，保存非常完整，收藏价值极高。所以在收藏当中，我认为我们是先学习，首先抓住古器物的特征性，这一点把历史的这个特征性，因为器物跟当时的这个环境是紧密相连的。你像在乾隆皇帝当中，乾隆的喜好就会影响到瓷器当中，就会影响到其他御史当中等等，就是这些器物当中都会体现到乾隆皇帝的这个喜好，所以每一个时期都有它每一个时期的这个特点性，我们就得把历史熟读，掌握到每一个朝代每一个皇帝的这个喜好，这样的情况下就便于鉴别器物的年代性、特征性。再有一点就是我们把它这个文化符号一定要掌握得到，每件器物有出自民窑的，也有出自官窑的，官窑器都是由专门的这个机构把样式图案所绘画好之后提供给这个工匠，工匠按照图案所制，按照标准所制。但是民窑器就不是相同的，民窑器就是当时工匠的这个随心所欲，
他这会儿发挥好了，想到画给瓷器当中画一个花草，他就画了个花草，他画一个人物故事，他就画了个人物故事。所以民谣戏一般都是传统性的题材，再相对应的也都是随着工匠的这个心情一时的发挥所制造，没有了这没有了这个提前有这个知识，而官家的就有了这个提前的这个知识，它是有一系列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对官谣这个民谣也得有区分，再相对应的我们从器物的制作以及到最后的这个出炉，把每一个环节以及它的制造的这个流程所掌握，这样的情况下在收藏行业当中你才能如鱼得水，不能盲目的去收藏。相对应我们今天通过栏目也能看到这一对冬瓜罐，冬瓜罐因为它的形制跟冬瓜长得相似，所以叫它冬瓜罐。我们从画片当中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历史符号，就是它有渲染的这个过程。首先我们知道渲染是从这个康熙时期就出现，乃至到后朝也都有相对应的这些渲染的这个工艺，但是我们首先知道了它是最早时期，就是我们所说的康熙时期。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先初步把它定为康熙时期，然后再去看它的这个圈足啊，圈足下我们在这个时期反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能看到它这个圈足是两经过两边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它是鲤鱼背，跟鲤鱼的脊背是一个样式，所以把它称为鲤鱼背，也符合了这个康熙时期的这个特征性。再一个看它的这个双圈款儿也是符合了康熙时期的特征性，然后我们再去看它这个胎头。我们都知道康熙时期胎头紧密洁白啊，我们就去看它的胎头达到这种程度，然后看它的釉。康熙时期湿釉比较厚，使得釉跟胎的结合，我们后人总结的锦皮亮釉。所以这一系列的特征我们都得去找它相应对准的年代的这个符号，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准确的去收藏，也能避免打眼的一些现象。然后我们再去看它这个青花发色是否符合于这个康熙时期，把这些所有的特征性所一步一步的对应好，找出对应的答案，然后才能确定这是一件什么时期的，到达什么窑口啊，到达什么标准的一个过程。好了，这期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